咔咔，一直要找菲菲玩，菲菲真的累了。只能用尾巴跟他玩。他已经觉得好无聊哦，今天晚上没有跟他玩。他正在自己找看看有什么玩具可以玩。其实他很喜欢乒乓球，只是乒乓球一玩，连菲菲也跟他一起玩，麻烦。然后菲菲。现在在调养中。当然可以看得出，卡卡真的想要找菲菲玩，又跑过来了。啊，他应该觉得今天很无聊吧？又电死了一只蚊子。看，从下面看，其实它也有点像白底虎斑呢。你看，脖子到肚子那边是比较白的嘞。哎 自己在那边舔舔舔的。咔咔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很无聊哦。哇，你看这样好瘦长的腿哟、哦，好漂亮哦。这被子以前有那么味道，不过我洗过了，哈哈哈哈。
该不会这样跳下去吧？好可怜哦，今天的菲菲，好可怜哦，一脸就是不想玩的样子。又跑走了，然后损残罪，啊、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你在看还是在看弟弟呀、啊？看弟弟要不要跟他玩？跑走了，我懒得往后面走了。哎，介绍一下我的衣橱好了。你看我的衣橱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都被他们抓破了，所以就再买一个大创的桌巾，再加个透明布挡一下。一方面挡住他们，就不太想要再抓，好，一方面也是防止衣服的猫毛。哦，好可爱呀，快翻身了。菲菲不想理他，他现在只想动动尾巴而已。他开车要找他玩，哦，他前滚翻呢，这招我第一次看到。真的好可怜哦，一个受伤。你看他知道自己跑去玩了，这个应该是那个纸片吧。诶，不是呢。的咖咖终于对这个有兴趣，看他在玩什么。这个游戏应该比较温和吧。哎，他一直在拉筋，今天椅子我绑一个箱子，让它变成一个阶梯这样子。那桌子，我觉得它往上是还好，往下就是前腿在支撑，这个负担很大。哎，要去大便了。
各位观众，你想要看有人大便吗？好怪哦，大便也要拍哦。好了，不要拍，录十分钟的，录到这里，拜拜。